二年级的华语，二年级的华语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呢，我们直接看 A 这边。OK，A 呢，它是什么呢？就是把正确的组合画勾。什么才是正确的组合呢？我们来看第一题，这个是宽，很宽阔的宽 ，K-U-A-N， 宽第一声。所以呢，它的构词就是它配的那个词是宽阔、宽大，是对吗？配的对吗？还是它的配的错了？OK， 如果是对的话呢，我们就打勾；错的，我们就打，就不需要管它，就空在那边。OK， 这样子呢，老师就会读每一个字。你们知道了什么？读了过后，你们再做，然后我们会再讨论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就是刚才老师已经读了，这个是宽，这个是宽阔、宽大。第二题，急 ，J I。第二声积极，然后它是极力、急忙、急忙。好，第三题就是陪 ，P E I 陪陪第二声，然后它的构词这个是陪偿，这个是陪伴。第四题先。X-I-A-N 第一声先新鲜先例。好，第五题处 C-U 第四声出处处处到处处面。好，所以你们看哪一个的构词两个都要对的，两个都对的话你们就打勾，如果错的话就空着，不用管它。好，我们来看 B， 从课文中找出正确的形容词，填在横线上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是课文的第几课呢？第46到53页的这个课文。所以呢，你们可以，你们如果老师有教过了，你们就应该还记得的。如果没有教过的话，你们可以翻开你们的课本46到53页。所以呢，你们就可以找到一些正确的形容词来形容这四个图。好了，我们看第一个图，第一个图它是什么啊？它是在马路上，对吗？然后它给我们的字是什么的公路？这个也是叫做公路。这样马路跟公路，公路呢是指 highway， 有听过吗？就很多车，然后很难才可以停车的，不能停车的基本上。如果还会有那个公共厕所在一个站的，这样平时呢，如果像我们不可以，你爸爸妈妈是不可以突然间停车的，你可以在高速公路上 ，OK。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图片，第二个图片是什么？是稻田什么的稻田。OK， 我们要怎么形容那个稻田？稻田是什么颜色的？当它熟了的时候，稻田是金黄色的，这样呢，它还没有熟的时候是青色的，然后一片大大片的稻田。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稻田呢、啊，我们可以在四根庄 （Shikin Zhang） 我们那边可以看到稻田的。好，第三个图是不是一幅画啊？那幅是什么画？你看给的那个字是什么的风景画？这个风景美吗？这是什么风景啊？就在海边，你看到有那个太阳，太阳下面为什么会有这样呢？因为那个在水上的那个影子，然后还有它在海边有屋子，然后它还有自己的船，是一个很美的画，是吗？怎样子的画？可以你们去找。好，第四题这个是什么？飞机，然后它给的这是什么的飞机？你看那个飞机，它是在几时飞吗？你看那个黑黑，然后有月亮，对吗？所以很明显就是在晚上飞的。嘿，所以什么的飞机？你们去找一找那个形容词，什么是形容词？比如说，妹妹，你们有妹妹或者有弟弟，或者是你们的弟弟妹妹很可爱，我们就可以讲我可爱的弟弟，我可爱的妹妹。
这些就叫做形容词。好，这样子呢，你们尝试去做，然后我们会在课堂上那边讨论。OK， 我们来看第二面这边，还要我们做什么呢 ？C， 在圆圈里写出一个字，使它和周围的字都能组成一个词。OK， 它要我们在那个中间黑色那边写一个字，然后呢，全部那个字呢可以配到全部的。你们等一下啊。OK， 可以配到全部的。所以呢，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第一题，这个老师先读上面的，然后好像时钟顺时钟转，就好像时钟这样转，这样的方向去读啊。好，第一个乡，这个是乡下的乡。第二个这个是民，人民的民。第三个这个是子，这个是渔，渔夫的渔。所以呢，要有什么字呢才可以配到这四个呢？你们这个就要想一想了。可能你们也是可以参考回你们的课本，就是刚才那几面。OK， 如果你们真的是想不到的话，你们可以就参观，看看回你们的课本也是可以的。上面它这里有写，就是课本第46到53页。好，所以呢，好像这个我们要怎么配呢？要怎么配才可以配到乡民子鱼呢？所以这个呢，我们适合配村，村长的村，村民的村，村子，渔村，乡村，有看到吗？这四个字它都可以一起配的，你们看得清楚吗？老师写好来一点，这是一个木。然后一个村，村，渔村，可以是村子，或者是村民，或者是乡村，就是可以这样子配到的。所以这个要你们去想一想，然后我们再来讨论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来看下一面，这边第三面、第四面，这个你们不用做，你们只做三面而已。好，这一面要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。猜字谜连一连，我们需要去猜字谜的。哦，等一下先，上面这边老师会先读啊，因为可能你们一些字不会读是吗？所以呢，老师先读一读。OK， 第二题这个，新，新人的新，清新的新，丽，美丽的丽，美，很美的美哦，海。好，第三这个是道，这个是处。锁住。第四题这个是这忙就教。第五题这个是美色点风。第六这个是排舞长列。第七个这个是读别地奇。第八个这个是留子片岛。Okay， 所以呢，你们都该懂它是什么字了，然后你们就找一找，我们会再讨论。好，这样我们看去下一面这边，猜字谜连一连，我们就要去猜它是什么的。怎么说呢？来，我们看第一题这个，刀下一张嘴，刀的下面有一张嘴，很明显看到是什么字了，对吗？看，对，就是这个刀，然后有一张嘴，就是口，就是代表。嘴的意思 ，OK， 所以呢，连一连，我们就要拿尺画线下来，因为老师之前用不到尺，你们要用尺哦，你可以拿尺画线下来，所以呢，老师会读，然后呢，你们再做。好，第二题，骨是女生，第三，十张嘴巴，第四，米在走路，第五，心站在荒左边。然后到他的选择题这边，这个第一个就是姑，姑娘的姑 ，GU， 第一声，这个是迷，迷恋的迷，沉迷的迷 ，MI， 第二声咪咪，这个是荒，
慌张的慌，这个是招，这个是鼓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来看 B 这边，写出四个部首相同的字，然后用刻字构词。好，所以什么部首相同的字？这个是什么部啊？一个嘴巴的。刚老师才讲，嘴就是代表口，所以是口字的。然后呢，你们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还有什么口字旁的字，全部写在这个花花的这个格子里面。OK， 写了过后呢，我们要一个构词，怎么说呢？比如说喝，喝水的喝，然后你就要写配一个构词给他，比如说他配一个这个构词是喝茶，所以你们就要看你们配的字，你们想到了有口字部首的全部写下来，然后配一个构词给他们在下面这个格子这个圆圈这边。 OK， 所以呢你们就要想一想有什么是口字旁的，然后这里呢你们做了，然后我们会在课堂上那边先会讨论。 OK， 所以就到这边。